今天我们要拍高跟鞋，这个高跟鞋是红底的，但是这个是侧空的。因为上次听大伙说想要看这种侧空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就这次拍一个，大伙看一看。这两个是夏天的高跟鞋嘛，所以也会指甲油、脚指甲涂成红色的，穿上来拍。看我们的小助理的腿，真棒，真棒。我替大伙摸一下啊，你们可以看到吗？他腿上是完全没有小腿的肌肉，你可以用一下力，用力了，用力也没有肌肉，真棒，真棒。我替大伙摸了啊。好，这是相机里的效果。第一双鞋子已经拍完了，准备拍这双。这个黑色的银尖，这搭黑丝还挺不错的，比较长，修长是吧？这样看的腿确实很修长。红色的指甲油就是不一样。